奶奶，您一共消费了168元，把零头给我免了。真对不起奶奶，我只是一个收银员，真做不到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店正在做活动，买200打8折，您看。我呸，又想套路我，也不看你的对手是谁。我不管，今天不给我抹去零头，我还不结账了。就是不结账。奶奶，服务员姐姐只是根据规定办事，你为什么要为难人家？再说买200，你家住海边啊，管得这么宽，哪暖和上哪待着去。就是奶奶，您说的对，零头是应该给您免去。正好我口渴，要买2瓶饮料，你把钱给我，我来帮您结账吧。啊，小朋友，这可是你自愿的。姐姐，一共多少钱？2瓶饮料32，加上饭钱一共200。现在我们店有满200打8折的优惠，收您160。好的，谢谢您，姐姐。奶奶，他是不是傻？花160买2瓶饮料。